修修补补大 house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Richmond Hill，然后呢过来给这个 house 呢做一些修补和翻新的事情，然后这个呢是3个洞，补洞，卫生间打胶，然后还有什么调门、什么刷漆什么的这些事情。这个呢是第二个不动，动呢就是这么多，然后再有这个卫生间，这个毛巾架，它很多3个卫生间至少，这个挂毛巾的这个东西就是或者什么的，然后都安在了马桶上，可能觉得很怪异，然后想把这个挪到这边，那么挪完之后，这个呢肯定就出现洞，然后还得要修墙、补墙和刷漆。就是这样，OK，大概有三个至少。这个是地下室的这块马桶上面的毛巾架也是挪到这块，然后呢，卫生间重新打胶，重新打胶，胶呢有裂的。这个呢是二层卫生间也是同样，然后把这个移开，移到这儿，然后再补墙这面。然后呢，这个重新打胶，这个胶都裂了，都裂了，裂到这块儿，得重新打胶。然后这犄角那都裂了，犄角这儿也裂，好，这边犄角也裂了，得重新都打胶，就是，OK。这个呢是主卧的卫生间。然后也出现了，都裂了，防水胶都裂了，我都挺奇怪的，为什么防水胶能裂呢？防水胶只能老化，但是裂不容易，但是它这个屋子都裂了，四个卫生间都是裂的，然后现在就是把裂的呢给它修补好就完了。这块是没打还是裂呀？不清楚，都给打了。对，就是这些，看，都是裂的。OK。这个是2层的另外一个卫生间，这块刚打完，也是裂了。然后上面这块也是裂的。然后再看看这儿也裂的，这个角。在打之前呢，跟客人说打之后呢，就是24小时之内最好别用。然后呢，客人特逗。然后呢，在我打之前呢，我还没上之前呢。就已经用上了，我刚才说是打之后别用，那科恩就赶紧就先用了一次，造成我看了之后，我还得使劲擦。我刚才跟科恩开玩笑说，我真有才，太有才了，唉，就这么一个小插曲，就这样先打着，然后这只水珠都在挂在墙上了还。这个 powder room 的几个洞给补好了，这样，然后等干一干，然后一会儿全部刷一下油漆，然后这个支架呢已经拆了，然后一会儿回头钉在这儿。然后这屋的这块，然后也补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小问题，这块的，应该是 casing 不够长吧，然后这块出大缝子，然后给它补了都，然后还有这块，再有其他的那个门上面修修补补的那些也给填了，然后这块呢，橱柜上面呢也有裂，然后一会儿都给它。补好就好了，这些都是裂了，可能是冬天这个温度的原因，可能就干裂了吧，然后补一补就好了。OK，这个从1层到地下室有2面墙，也是蹭的挺严重的，然后今天要重新刷一遍也是。然后这个是地下室，走地下室这一侧，应该是搬家搬的吧，蹭的。这个之前，
这个之前屋主已经修好了，然后但是还有痕迹，然后现在就是重新刷一遍，补一补，重新刷一遍，就这样。这个是地下室，把这个拆了，把这拆了，从这儿，然后挪到了那儿，那么这块就补了一下。为了这么一点东西，就是为了保证颜色的一致性吧，客人也希望基本上不要有色差，那么就把这面墙都刷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点，所以呢都刷了之后就没什么色差了。对，这是地下室，今天做的就是比较杂，哪哪都有一点一点小事儿而已。 OK，这地下室呢，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些其他的呢，就帮客人补一下。像这块的门框呢也裂了，然后刚才我看这儿上面，你看都是裂的，这边都是裂的，就是帮客人补一下吧。就是门的一周都是有裂缝，然后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盆子感觉是不是装反了？还是可以这么装，现在谁知道，然后能帮我解答一下。我觉得正常盆的都是这个在这儿，这个呢是在这儿的，所以它楼上呢都是反过来的，这个呢是反的，我觉得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么装也可以，还是无所谓，这个谁知道帮我解答一下，谢谢。工作一天，然后现在呢都 finish 了，然后卫生间的该补胶都补胶，这个呢，这个现在已经移到这儿了，原来是在这儿，然后这边墙呢都给它刷了，然后这面墙呢也都刷了，这面墙也刷了，这面墙也是刷的，然后这块这一溜墙也是刷了，然后 part room 呢也是，这儿有一个 hanger， 然后挪到了这儿，然后这个原来这儿都是洞，现在都补好了，刷好漆了。然后这个门呢就是很多这个没有刷到的黑漆，然后今天给描了，然后描得很费劲，眼睛都斗鸡眼了。然后这个包括这个门也是，都给刷白了这样。然后这个呢，客人把这个哪去了？客人把这个让我给拆了，不要了。然后这块都给补了，都把这个框给划了，给补了。这个是铁门，所以说这个呢是弄不平了，就这样了。然后这块呢之前也很烂，然后把这儿都给修好了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墙，这个墙现在是刷油漆还没干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是二层了，就是二层是三个卫生间，可能是做的有点多，有点晕，就是这个卫生间是重灾区，这个呢就是裂缝裂的蛮大的，现在都补好了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憨儿在马桶上，为什么说没移到这边呢？是因为这边电源比较没有空间，这个毛巾搭下来客人觉得有点风险吧，然后就算了，放弃这想法了，就搁这儿了。然后另一间卫生间，这个该打的胶都打了，就是这个卫生间我让客人打完之后别用，然后客人在我打之前先用了，造成我还得擦了半天。客人 好厉害，还跟客人开玩笑呢，哎，挺逗的。然后这就是主卧卫生间也是，裂的地儿都打了，然后没有裂的地儿延伸也打了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块都没打，打了。
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反正还有点其他的，反正都是七七八八这些小事儿吧。OK。